人会用自己的童年去治愈自己的一生，也会治愈他人，只是一念之差，是自己的选择。有的人会选择沉溺在过去走不出来，但其实这些都是梦境。但如果你走得出来，你的智慧也会上升，你会帮到更多的人，因为你曾经经历过，会不希望别人经历，这是你的慈悲心。